来，请注意看，下面这个找不到，你要自己打。好，来，请注意看，这一个，它是跟你讲，它可以帮你算你的工作年数，你几月几号来的，到今天为止，你一共做了几年，这样懂意思了吧？所以可以用这来算你到底在公司待了几年的。那么呢，先在上面这一格哈，可不可以先用 today 建一个今天的日期？好，因为它有两个要相减，所以你要在这一格点到这一格哦。好，请各位先用 today， 用 today 哈。好，然后呢，按一下确定可以吗？把今天日期先打出来哈，来，我等你。好，我在黑板上写一下哈。切换一下画面了哈，来，好，请看哦，点到了这一格，打上等于，接着呢大写 D A， 那底下出现的就不要管它，因为里面是找不到这个字的 ，D A T D I F。哦 ，DATDIF 挂弧，然后呢，格子用选的选进来，用选的点一下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打上逗号，英文装一下逗号，再把今天日期点进来，好，再打上逗号，可以哈。最后打上双引号，小写的 Y。再打上双引号，最后挂弧包起来。好，这样看到了吗？好、哦，要拍的，先拍一下，快点。哦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知道他们的一个要你要打这句话，所以等一下打的时候注意不要打错哦。尤其那个逗号，哎。请问到小写的 Y 没有影响吗？尽量是小写的 Y， 哦，尽量是小写的 Y， 哦。好 ，End 一下以后。有没有？这是八年。如果啦，你把它增加小数位数看看，增加小数位数，哦，没有，哦，但是我看一下往下拉有没有，哦，哇，等一下，啊，要锁起来，忘记了，上来不要锁吗？对，这一格不可以跑掉，这一格不可以跑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等一下呢，这一格哈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忘记了，没关系，去把一多少，100把它选起来，有没有？在上面。第二格哦，对，这个要选起来，100就是今天日期要选起来，按一下键盘的什么 ？F4 要锁起来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可以哈。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。再往下拉的时候，我看一下往下拉，好，有没有就可以了啊？它是取整数了，后面就没有小数点了哈，就让各位知道一下。因此呢，等一下各位做的时候，麻烦你这个当天日期100要记得锁，好，来交给各位。那它计算出来的就是整数值的一个年，有逐年的，它把那个小数就负责拿掉就对了，哦，一定以有整数。有满一年的才会进位就对了，所以后面那些不足一年的他都拿掉了哈。哦